大家好，这里是正博天空新闻台。先把 echo 关掉，吓我一跳。今天是第1457集的播出，又是星期一的晚上了。节目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地藏王菩萨的圣号，祈请根本传承大加持。同时，我们做读书会的直播分享哦。有听到我们的声音背景音乐的，麻烦给我留言暗示一下。那摩地的王菩萨，那摩地的王菩萨，那摩地的王菩萨，那摩地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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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听到我们的音乐背景声音的，麻烦留言啊，或者按图告诉我一下。好，有按图，好。那摩地藏王菩萨，那摩地藏。王菩萨，那摩地藏王菩萨，那摩地藏王菩萨，那摩地藏王菩萨。感受到地藏菩萨加持的，麻烦留言加一哦。摩林多林多啊啊，唵嘛呢摩林多娑啊啊，唵嘛呢摩林多林娑啊啊，唵嘛呢摩林多林娑。那摩地藏王菩萨，
南无地藏王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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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地藏王菩萨。本那摩顶多林娑阿诃，嗡本那摩顶多林娑阿诃，南无地藏王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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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受到地藏菩萨加持的，麻烦留言加一哦。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我们来看看现场同门刘春梅、古芳姿、翁品泽、瓦加一、H 六啊、赖乖佑啊、玄一、王木易，你好，有没有来 Edison 王国会、林大雄加一、邱淑慧、Andy， 还有 DUO 欧思姐、风 PL， 有没有来吴奇生、Defend 季真加一、刘桂英，还有风 PL H 六、冯以宁。好，还有王国会 Spiral Down 单序化，那加亚龙 ，H 六啊 ，DU 六，好，季真师姐，还有这个刘春梅啊，立变加一，王木易加一，心仪，我们来奉请大愿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南
那么地藏王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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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地藏王菩萨。有感受到地藏菩萨法流加持的，麻烦留言加一哦。哆啊啊，嗡阿那摩铃哆铃嗦啊啊。那么地藏王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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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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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藏王菩萨。各位同门大家好，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刚刚哦，好多同门留言加一哦。先把音乐关小声。正月新仪加一林悠六，嘿，那吴秀吉还有冯以宁加一，汪敏哲加一，钟小兰加一，阿丁娜乌加一，林悠六加一，新仪加一，钟小兰加一，那那个尤美赖还有红 PL， 好，谢谢大家。前几天终于生病了，上礼拜原来不。上礼拜五原来不是鼻子过敏，是真的是小感冒。今天还有声音，真的是吓死我了。嘿嘿嘿，感谢师尊的加持。反正生活营哦，这次印尼马来西亚的生活营很多都咳嗽哦，那有的声音都哑了。那我能够撑到回到台湾才生病，还是不错。所以休息了两天，刚好礼拜六礼拜天，没有乱跑，乖乖的在家养病。好，来跟大家报告新闻。哎，噔噔噔噔，这个是师尊。我看看哦。师尊呢礼拜六同修开示啊，师尊礼拜六同修开示。这个好，环形灯关掉，不然会有反光。好，那师尊呢就是为其为这个新出家的法师给他们灌顶。然后呢，看到他们的手相哦，那看到他们的那个手，那看到手相说，哇，这个是有当过大老板的，结果还是一样。兄弟，你水土不服哦。好，有弟子问，真佛中推崇的五大金刚法，那师尊有讲哦，真佛中推崇的是洗金刚，还有十轮金刚，但是呢，还是要按照这个密教的次第来修的哦。好，还有什么？
这个是三位上师吧，莲那个莲金、莲泰还有莲夫上师在博瑞雷藏寺的法会。好，泰国德聚同修会莲义法师的法会。哎，我现在报告中午新闻。还有这个是谁哦？莲祖上师，印尼圆月堂莲祖上师，在圆月堂他们有办那个捐血活动，办了十多年哦，捐血活动办了十多年，哎，看看会不会越捐越瘦。然后还有药师佛的法会，哇，这一位是莲养上师，在蓬迪亚纳真德雷藏寺坤殿，印尼坤殿真德雷藏寺办的法会。好，礼拜天师尊又有这个开示了，对不对？礼拜天这个有人问，这个主尊很多只手，很多很多头，那弟子应该怎么观想呢？我们的师尊他就开始讲你平常就要把法相带在身上，那如果没有这个还是观想不出来，至少主尊的一个法器或者第三眼或者他很多脸的其中一个脸观想一部分就可以，反正一代表一切。哇，好，这个是师尊礼拜天的开示，详细情况请看真佛天空新闻台给大家的报道。谢谢，已经好很多了，还有声音还不错啦。嘿嘿嘿，不要叫我休息，因为师尊都没有休息，如果上次休息的话会不会很丢脸啊？好，来看看莲起上师的那个那个法会。好，在长居堂的法会哦。好，再来是这个是莲一上师马头明王的法会，在华乡同学会。好，对哦，华乡同学会。好，哇，这个是马来西亚金海同学会，他们的华光办得非常的成功哦。感谢的声音哦，谢谢。好，在 WhatsApp 常常有看到他们的新闻哦。好，那接下来也是跟大家讲哦，现在台湾呢进入到冬天了，嘿。你们那个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都是还是班纳斯班纳斯哦，非常的热。但是我们台湾开始变天了，嘿，中午还可以，嘿，中午还可以，但是呢，到晚上早晚会低温到12度哦。前几天都低温到12度，所以呢，这个台湾的新闻一直在，医生一直在警告大家注意脑血管病变哦，真讲就是中风哦，在去年的。那个水已经喝到多到不能再多了，谢谢啊。那那个讲到这个脑中风，去年不是上一次的上一次的秋季大法会哦，那西雅图雷藏寺那边就是有两个人中风哈，啊，中风了才知道自己的三高，不是短裤穿太高，是胆固醇太高。哦，有的中风了才知道说。自己平常没有去验血的，没有验血压，没有验血糖的，没有验胆固醇的哦。所以呢，你是在那个寒冷的地区，或者今年秋季春季大法会，你要来美国西雅图的话，麻烦出国之前你要去验血，验血要做健康检测哦。如果是这个超标的话，赶快问医生该怎么办，因为美国西雅图是很寒冷的地方，希望大家能够保重。那这边呢讲到哦，这个这个胆固醇会塞到你的那个血管，对不对？嘿，那脑中风的五大前兆，第一个手脚或者脸部突然发麻，没有力量。嘿嘿，我们的那个同门有个叫什么助教的哈，他中风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他坐在椅子上站不起来，哎，因为那个神经都已经连接运动神经大脑的。连接的那个运动神经都已经瘫痪了哦。好，所以呢，脑中风会导致中枢神经、颜面神经麻痹，突然出现脑部脸部的表情不对称，眼歪，嘴斜，口水不自主流出来，或者是感到一边一半的这个肢体，或者面部麻痹、无力下垂，都要特别注意。第二个就是突然讲话不清楚。或者听不懂别人说的话，你说什么客家话，你说什么，你讲什么话，对不对？哇，听不懂。
那这个脑部的血液循环阻塞哦，控制语言区啊出血，会导致脑细胞跟缺氧跟养分，影响脑部的功能，就会出现自己讲话咬字不清楚哦。Spiral 蛋你很瘦，应该可以。那无法说话，答非所问，理解能力也会下降。第三个，眼睛单眼的或者双眼，视力突然变成模糊不清。掌管视觉的脑部区域出血或者缺血受伤，或者是神经受到压迫等等，都会造成突发性的视力模糊，看到了这个重叠的影像，那这个视野缺损的情况，就是等于眼力不好哦。你到寒冷的地区，我告诉你，头部一定要保暖，甚至师尊呢常常有围脖，围脖就是不是中国大陆的围脖，是围在脖子上的围巾，都要保护。为什么保护颈动脉？保护这个头部的，哎，这个一定要保护，哎。然后再来就是突然步伐不稳，走路走路不协调，嘿，脑部血管或者破裂出血或者阻塞哦，阻塞而压迫到控制躯干肢体的区域。我常看到那个抖音啊，或者 Facebook 啊，或者 video， 他们拍什么？哎，下雪天把动物放出去，然后动物碰到雪，啊啊啊，然后就拍这样，觉得很好笑哦。其实千万不要做这样，这是伤害宠物的行为。主人呢觉得很好笑，可是宠物如果平常在家吃得很吃肥哦，吃得肥肥的，突然跑去，万一它中风怎么办？就僵硬在那边怎么办？还觉得很好笑哦。所以呢，突然步伐不稳，失去平衡的脑部血管破裂出血或者阻塞而压迫控制那个身体的躯干肢体，嘿，容易伴随单边的肢体，嘿，没有办法走路不稳，嘿，像某一边倾斜的也是。再来呢，第五个就是突然不明原因的头晕、头胀或者头痛，也是哦。哎，那头昏脑胀特别累，或者剧烈的头痛、恶心、呕吐等症状，也是有脑中风的可能性。不过大家不要等到那个现象出来了才去找医生。应该是要去检测，平常就要每隔几个月就要去验血，看看自己的胆固醇怎么样，三酸甘油脂怎么样，血糖怎么样，血压怎么样，做最好的预防了。好，看看同门以心 Kevin On Spiral Dan 哦，你会去好林玉珍、王国慧、心仪，大家听我的声音清楚吗？我现在不拿麦克风了，我嘴巴靠这个麦克风近一点就好。我按赞了，好，谢谢。余正宏、林大伟是不是说可以自习？好，许慧义啊、黄晨 H 红 PL 林优妹啊、其实我已经快要好了。好，甘风丽H 六，所以本来上个礼拜我要跟老弟他们去聚餐，结果呢，老弟知道我感冒了，说不用来了，姐姐你不用来了，等好了再来，马上被驱逐出境啊！不是啊，也是。那个他们平常上班也是很忙的哦。我礼貌上哦，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有感冒的哦，你不要去跟人家聚餐哦，除非人家很热情邀请你，但是你要礼貌上要跟人家讲，你现在正在这个感冒了，哎，人家如果可以接受，他就会无所谓。但是人家如果觉得说自己的抵抗力很差哦，他会跟你说延期哦。我那个有时候在国外就是这样啊、国外有一些同门明明感冒了还坐在你旁边，他认为上司很厉害，后来就被传染了哦，嘿，结果整个车上都在阿啾阿啾阿啾哦，那同门就是这个样子哦。那个如果感冒真的不适合坐在同一个密闭空间，一定会被传染哦。好，寄生说有清楚，黄晨心仪说清楚，好，一边立。好，谢谢大家。今天呢，仍然跟大家介绍什么企业怪象。噔噔噔噔，今天要讲什么庙？庙庙庙，到处看庙，莫名其妙。台湾有很多的寺庙，对不对？哦，有妈祖庙就一大堆的，瑶池金母庙一大堆的，太子爷庙的也有，关公庙也有。哇，庙群文化，嘿，庙群的企业化，嘿，把这些庙呢集合起来，把它。哎，做企业规划可不可行呢？师尊讲困难有多多。
每个庙都有他自己的风格，嘿，如果要把这个各个庙集合起来，困难有多多。好，那师尊呢曾经到台中的圣明圣明宫中华道教会跟徐秘书长见面很多次，大家还知道吗？师尊曾经也是这个道长，呵呵呵，对不对？他跟了明和尚学很多道教的法，他也是有一张照片，他是那个道长的像，对不对？还记得叫什么名字？上次人家说把病传给别人比较快好，不要动缺德哦。好，安琪儿你好。那中华道教会理事长陈先洲到台中圣贤堂主持全国庙群企业化的筹备会议，师尊也应邀出席。师尊的身份是中华民国道教会慈惠堂，就是瑶池金母的庙啊，慈惠堂的石壁分堂的道士，然后呢要代表的是中华道学研究中心。你想说哇，师尊不是密教的根本上师吗？对不对？四五十年前，师尊还代表道士去出席他们的道教的会，那这个非常的特别，对不对？我们来看哦，研究发展组出席该次的会议，会议完毕之后呢，陈先洲回到这个北部没多久，他就往生了。好，那一次的会议呢，提出了有六个，反正呢，我刚讲过哈。那次的六个会议是怎么样？这个很多的慈惠堂，对不对？就是一个群组，对不对？关公庙的就一个群组，太子爷庙的就一个群组。我看看有哪些哈、哦？玄天上帝庙群以南投松柏坑寿天宫为主，瑶池金母慈惠堂庙群以花莲的慈惠堂总堂为主，吕祖仙宫庙群以台北木栅仙宫庙为总堂的。哇，吕祖的这个仙宫庙哈，在木栅，我几个月前我自己上去过，嘿，灵气非常的强，而且到的时候还有一只老鹰在上面飞，而且离你很近哦，让绕三圈才走哦，绕几圈才走哦。好，第四呢，吕山道院庙群以彰化的许真君的总庙为主，第五是五府千岁庙群以台南麻豆武王千岁庙为总堂为主。第六是梅州的圣母庙群，总堂还没有选出来。好了，反正意思就是什么这个有这个吕祖的庙的妈祖的庙的，瑶池金母的庙的，还有道家徐真君的庙的，好，那玄天上帝的庙，反正一群一群的。好，台湾那么多庙，把它集合起来管理，这样子好不好呢？这次的会议，关圣帝君的庙也加进来，总共有七大庙群哦。但是如果这些庙的做法能够企业化，也能够振作人心，救济社会，做一些慈善的哈、哦，这个我觉得别的庙好像很会扩张的哦。你看看土地公庙都还盖图书馆，关帝公庙。还盖图书馆哦，但我觉得也蛮会经营的哦。像那个这个白鸡山吧，三峡有个白鸡山的庙，庙前面的那个庙很大哦，差不多也是跟台湾雷藏寺差不多大吧。然后前面有一个摊位，有摊位群，摊位群呢卖全部卖素菜的，素的卤味，然后卖茶叶。还有卖一些特产，哇！所以呢，香客一来，先去这个观光，因为沿路上去、上去、上去，哇！先去买他们的特产，吃完了，然后洗完手就去那上面拜拜。那庙后面还有后山，整个一体成型的庙，好像哇，非常的兴旺啊！还有像那个台湾的土城，土城那个叫做什么？中和唐楼地土地公庙，非常的兴旺哦。那个庙前面还有卖臭豆腐的，也是卖素的哦。那要像这个台湾有两个哦，一个是北部的杭罗地烘炉地土地公，还有南部的南投的一个叫什么那个土地公庙，也是非常有名，而且那个感应也是很强的，也有、哦。所以师尊呢曾经讲一句话，他说那个庙哦不在大不在小，
在于灵感，灵感的话香客再远都来。所以那个中和烘炉地的土地公原来的庙是小小的，但是呢他好像帮助人家发财了之后，人家把它盖得很大，那原来的庙是在大的后面。那哇，香客络绎不绝，还有跟那个还有那个瓦杯哦，请那个指南宫啦，对对，指南宫也是很有名的哦，指南宫的好像要排队的哦，每一年的领那个他的母钱还要排队的，你看人家的那个庙经营的，我们镇佛宗怎么样呢？号称对啊，翁秉哲都讲指南宫啊，指南宫我都还没去过，以后要不要办一个指南宫生活营？开玩笑啦，我们镇佛天空新闻台三月份要办一个生活营的样子，要找王师兄登记啊。好，那也就是说这个庙借由这个庙那的信仰不管你有修法没有修法借着这个庙的信仰让人的心灵有寄托，对不对？那个经济的情况，身体的情况，对不对？还有各个情况能够有所寄托也是不错，然后再把它带进门。所以呢，我希望真佛宗派的道场，真佛宗派的庙要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呢你不要像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每次就只有法会而已哦，应该要有一些活动。然后呢我希望真佛宗的道场哦也要有一些开放一些这个当然也要注意到卫生啦要有一些摊位让这个而且是长期的摊位，然后让人家对不起哦让人家那个香客来可以在摊位用餐，对不对？好，买东西买那个特产的东西也可以做一些规划然后来吸引香客，不要说只有一个庙而已哦这个是我密教的我的建议啊。像在马来西亚的东马有一个庙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他的庙楼下就是开放租给人家做餐厅的，不知道是荤的还是素的，来的香客先用素菜然后再上去庙拜拜的也有所以呢这个是可以结合的可以跟一些地方做结合性的，反正呢有各种方式来吸引众生的。那我们再来看这一篇那庙群企业化到底可以这个可以经营吗会议中讨论的非常的轰轰烈烈，有很多的细节也将出版刊物统一祭奠那这个扬善抑恶轰轰烈烈的讨论的很热烈，会议之后呢大家还去吃一餐饭大口大口哇他们道教的还喝啤酒，大家吃得很舒服。记得那天好像是圣贤堂请客的，一共摆了三桌，开完会之后也决议了不少的事情，说散了就散了，散了到如今也没有接获到进一步的进展。中华道教研究中心每个礼拜六都会聚会，每次都小猫两三只，然后呢师尊看到这个庙看到庙群也差不多，总堂主也这个大家开会集合了，也分组了，分组了之后有没有进行管理？没有，各自为政。后来的意思就是大家都各做各的，有的庙素质高，有的素质低，有的鸡童在外面乱闹事有的庙呢金牌被人家抢了一年被人家抢好几次的也有师尊想说讲说台中北屯有一座九龙宫供奉九天九圣地，然后是孙膑老祖第九位徒弟显示救主的反正呢鸡童天天以医病来这个医病解厄来帮助众生，但是诈骗乡民，还跟人家讲你要用黄金的金剑来这个拜祭，结果那个金剑都被他私自吞下去了，真的是这个是神棍丢光了这个他们道教的脸还有台中有一座玉皇宫，大家有去过台中的玉皇宫吗？哇，玉皇宫的那个释慧灵法师想要在太平的七星地方建一个七星宫，然而全财又被人家骗了也有法师的钱被骗，也有这个系统骗众生的，都有骗来骗去的
嘿，大家有到过台中的玉皇宫吗？嘿，哇，去年师尊回到台湾，我们有跟师尊去玉皇宫哦。他的那个主持的那个师姑，哇，看到师尊来很高兴。然后呢，师尊还有指出当初，这个为师尊开天眼的瑶池金母的金身是哪一尊哦？好，那反正呢，还有什么彰化南天宫供奉的齐天大圣七十二变的孙悟空，嘿，还有设十层大地狱。然后呢，那个庙很特别，人家呢进到呢他的庙怎么样？要投香油钱，如果没有投香油钱，还会被人家追。我告诉你哦，这个呢，以前我还是居士的时候，我曾经到过，佛教的庙，在南部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庙，进到他那个大庙的每一个殿，都有一个师父拿着化缘布来追你缴费，也有的哦，哇，真的是。不过呢，这个供，这个供养是随意的，这样子追哈、哦，会给人家很不好的印象，对不对哦？好，再来草屯镇的地爷庙金牌是，三十面金牌被偷了，所以呢，这个庙哈、哦，这个因为太灵感了，然后呢，这个祖尊才会被信徒安上金牌，安上金牌，我看要用那个闭路电视哦，要用监视器把它监视哦。可能四五十年代哦，还没有监视器哦。三十面金牌，每次都小偷来偷哦。啊，小偷喜欢在太岁头上动土。三十面金牌当时的价值是台币20000哦，现在我看不止了。还有木栅的极印庙、宝仪尊王的油箱都被偷了。小偷好像专门找神仙的麻烦，菩萨怎么不把小偷的手垫住？这个小偷根本就不怕报应的哦。好了。那师尊最后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记得他在财源滚滚术当中，他师尊讲到说建了一座庙，嘿，这个庙呢，这个也是发财的途径。当然师尊四五十年前写的跟现在的看法又不一样，嘿，因为呢这个是用企业的方式来分析的哦。那我们建庙是为了什么？要度众生。但是对世俗的人讲，有的人世俗的人也想建庙要发财，也是有的哦。三步一个堂，五步一个宫哦，因为能够发财，大家就拼命建庙。可是违背了良心去做，反而会遭到因果业报。那庙群企业化，企业化其实呢还是不可行。哎，那这个庙，我觉得是你办一个活动。然后邀请各个庙来去护持，然后呢，免费提供给各个庙的单位一个摊位，让他们来介绍他们庙，嘿，这个做一种联谊会，对不对？比如说这个寺庙联谊会也可以呀、啊，对不对？各个宗教的联谊会也可以，或者呢，现在不是 COVID-19 吗？之前的 COVID-19 很严重吗？那个寺庙的联谊会，然后各个寺庙来派代表，在这个法会上来共同为众生祈福，对不对？为自己的国家祈福，可不可以？可以，这种就是一个活动来代表联谊的，不一定要哇长期的那种，分组，什么慈惠堂的一组、关公的一组啊、什么一组。这个长期的不是办法，但是短期的我就倒觉得可行哦。好，所以呢，这个庙群企业化毕竟不是一件小事哦。师尊说他也不能够怪这个什么中华道教会哦，不是理事长的错，也不是秘书长的错，也不是师尊的错。虽然师尊也是道学中心的一份子，想要力挽狂澜，但是庙群企业化困难很多。这是不可否认的，如何做起，如何做法，都是大问题。但是呢，人民的面子被神棍这个丢光脸，嘿嘿，将来中华民国的道教的精神来谁来扶持的？其实哈、各个教派都有害群之马。我这样讲哈、各个教派的，你说基督教、天主教，或者密教，或者佛教。都有害群之马的，不只是这个道教的，那么我们只能用佛理来继续
把它阐扬，但是呢，我也不反对说这个宗教联合起来祈福的，像这个这次在马来西亚的共生活动，对不对？那共生的里面有这个当地的大乘的佛教，小乘的像泰国啊那个小乘的佛教，他们都代表起来诵经来回向这个共生，这种融合我觉得我觉得非常的好，哎，所以呢是可以联合起来办一个活动哦。那宗教跟宗教之间是可以和谐的，好像那个前阵子基督教的团体也来西雅图雷藏寺拜访，可以互相拜访，我觉得都是一种融合，都是没有谁高跟谁低哦。哇，这个谁啊？这个谁列出来的？阿西纳物啊，北部综合航罗德，中部花坛文德宫，南投竹山指南宫，南部屏东车城福安区福安宫哦，车城我那次有经过车城的车站哦，台湾北中南代表土地公庙，你列出来，到处看庙莫名其妙，李进淑啊，好，李瑞珍哦，北干娜娜进行堂。你好，李佩珊，好，这个关于庙群的企业化，但是呢，师尊他虽然他讲说，虽然我们是信密教的，对于各个教派，我们都是非常的恭敬，非常的这个尊敬他们，非常的尊敬他们，因为这个他们，这个每一个宗教都会认为自己是最好的，那个印度教，对不对？回教啊，基督教都会认为自己的教派最好的，所以呢，为了要融合，我们是要用尊敬的哦。所以西雅图雷藏寺，它有耶稣啊，有这个婆罗门教、印度教的三大神呐、啊，就是表示我们正佛宗，我们是可以融合的，那可以彼此尊敬的、尊崇的。所以呢，我们在西雅图哦。遇到了有一些那个有没有这个印度人，他这边不是点一个红心吗？点红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与神同在啊，跟神明同在。哇，这个灯很亮，等一下，与神同在的意思哦。好，所以这个是印度教的，那我们同等的尊敬哦。所以呢，我们在西雅图看到。他们印度教的信徒看到我们穿喇嘛装的出家人，他会跟你合掌，他会跟你问候，然后呢，你邀请他来西雅图雷藏寺，他说我到过了，我还请一个佛牌，也是有的，我觉得这样的气氛氛围很好，宗教其实不分的，都是谁在分？都是人类在分的，搞不好耶稣在跟那个玛利亚在喝茶。这个释迦牟尼佛下棋，对不对？他们神仙是没有分的，是人在分的。好，下一篇，我不是很在行的，大家有玩股票吗？有玩基金吗？有玩期货吗？我不敢玩，因为我不熟。但是我要介绍这一篇《股票发财一步登天》哦，这个是师尊当年的看法。那有弟子就请问师尊。都是尊这个股票，股票求师尊加持，不然他就拿找师尊问事。师尊，我投资这只股票好不好？我投资那只股票好不好？师尊都很难回答，为什么？这个股票的那个升高升低哈、哦，是很多的 W， 一定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你要投，要在低点进场，对不对？然后高点卖出，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本来就是一直在动荡的很多 WW， 那你要怎么讲？你要让师尊跟你讲说是哪一个股票比较好，根本没有办法的。好，那师尊来讲这个股票发财的事情哦。他首先讲到一个很有趣的，有一个股票黄某某，他是用什么来预测股票呢？今天上大号，今天上大号比较硬，股票就上涨。那半硬不软或上很多次股票之后，有时候涨涨跌跌，涨涨跌跌。如果今天拉稀了，泻肚子的股票就下降，居然有这种，所以他的股票很准。有这种是天下的奇人奇事，
也有人说股票先是财神爷，他做这个股票也是玩票性质的，高兴就来两下，每次这个准赚啊，赚10万元入账，真有本事。我最近看到那个什么，大家都想要发财，对不对？哎，那个抖音他说听音乐可以赚钱，嘿，后来呢，我去查网络，听音乐为什么可以赚钱？在抖音哦，他说大家小心，不要上当，他会要你的账户，哎，把你的账户哎列为资料啊。所以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也是这样。好，那这个人呢是这个有这个投股票有赚钱的，哎。本身是中部工商界文人的儿子，家产1亿元，有8栋房子，但是他还在，反正有一个人他很有钱，嘿，家里呢是他是算是富二代，玩股票赚钱，但是他不把玩股票当作是自己的职业，也不去迷，嘿，所以呢他赚了钱他还是去上班，嘿嘿嘿，哦，真是介绍这样的人。那这个专家呢告诉师尊玩股票的几个心理，嘿，所以那个玩股票也是在看什么人的贪欲的贪，你能够控制贪欲你玩一点点，你如果真的贪欲没办法控制哦，千万不要玩。我那个亲戚哦，他玩股票玩了之后呢，他是这个长辈对不对，嘿，然后呢朋友介绍的股票，哇，现在太阳能股，现在呢科技股环保股，哇，很旺，赶快买赶快买，他也买了之后就住套房，对不对，欸，所以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呢，根本就不熟的，欸，能够，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就是巴菲特，哦，巴菲特他在下那个股票的时候，股神巴菲特，哦，他人家是有观察的，人家是有团队去观察的，股市秃鹰是什么，索罗斯，对不对，股神是巴菲特，我不知道有没有讲错，对不对，哇，人家是有做研究的，不是听道听途说，听市场讲，哇，这个中了，或者一些市场的一些大消息小消息，然后呢就这个心，就是如果定力不够的人真的不要乱玩股票了。好，市场心理，世人大部分都是软骨动物，最喜欢跟着人家的屁股跑，然后呢一窝蜂，武林一窝蜂，哇，这个会涨，哇，就去哦，然后听人家讲，这个是不对的，人心惶惶，哦，那个一定会跌，哦，人心稳定一定会升，一硬一软，哦，是天定的，一个高又一个低，哦，那所以呢当人在追求高潮的时候一定要放手，这个是股票专家讲的。我们看同门哦，May in NGU, you may lie. 不过我不是要叫大家玩股票，我是叫大家不要玩股票。Mui Hong Li, 你好，李佩珊，嗯，好，廖金蝉师姐。好，再来呢，玩股票就是一个贪心的念头，贪念哦，永远没有办法，哦，无止无尽。就算你赚了，嘿，但是你会不会赚了之后就从此收手？不会，还继续玩。我在马来西亚有个同门玩比特币哦，那几年前，比如说3年前还是5年前，他一直玩，然后一直赚。我说，哎，差不多可以了，赶快收手。有一天呢，听师尊讲哦，这些这个比特币之类的哦，虚拟货币有一天会跌下来。我听到之后，赶快跟同门说，哎，收手。他说没关系啦，已经赚了。哦。无穷无尽啊，那钱放在那边干什么也不知道。好，就是一种贪心的念头哦，永无止境。贪就是人性，玩股票先要学习止住贪性，要止贪，见好就收，否则一套牢，这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要回头要好几个月，时间不划算，钱更不好赚哦。那应贪止贪，千万不要欲望无穷，哎，见好就收啊！不过那个万一跌了住套房，哎，就死守在那边哦，那投也投太快哦。我告诉你哦，我的亲戚朋友还是谁叫我玩股票，我一律跟他回答一句话：我也想玩啊，可是我不懂啊，我不懂股票，因为不懂，所以我不玩。我唯一
我玩过的是什么？在疫情期间，我好像疫情期间吧，那个黄金有一阵子它下跌，我玩过一次黄金，那一次呢是一两大概五万多，还不到六万哦，现在是七万了，我是讲台币哦，黄金跌到五万九，买不买？买，把它买十片，结果呢回去不久都卖掉，赚了两万台币，刚好去西雅图。回来的时候要住防疫旅馆，那个两万刚好付那个旅馆，刚好付到保护上。再来呢，要买黄金已经没有了，因为呢都是七万、七万、七万的，那个呢就不要买，也不要做梦。前阵子有同门说，上次那个美金，美金31.6，我进场，然后呢，31.9，赶快把它卖掉。现在的差不多在有时候31.9，有时候快要32的也有，对不对？买一下呢，觉得时机不对，赶快把它卖了。我唯一就是玩大概玩这一两个而已，不熟的我绝对不敢买。那看看能不能赚个机票，能不能赚个旅馆费，就是这样子而已。不过呢，还是不要买。而且呢，我这个人没有偏财运，有的同门呢随便买都有偏财运哦。那个像泰国的易师姐，她很有偏财运，我这个人是没有偏财运，还是老实一点比较好哦。好，就是贪字啊，那再就吹牛的习惯，有的人赚了钱到处吹牛，讲自己有多厉害，神人指点，通天神算，股票交易所大吹法螺，吹牛吹得不错。自己乐了，可是呢，怎么样不灵验，得罪了很多朋友，跟着他乱买。好，再来是邮票跟股票，股票在手，希望每天都涨停板。这个也是哈、可以看到人心哦。有了股票就希望涨停，那个卖掉了就希望能够跌停。好，再来是真红灯跟假红灯也是一样，反正呢，还有一个是常信人的，那这个呢，都是股票的一些陷阱啦，但是你们自己去看内容哦。但是呢，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最后呢，我念师尊的结论，今天呢写股票发财，那个，不要想一步登天，一步登天呢，这个很容易，这个。一步登天很容易掉入陷阱，那师尊呢叫大家还是要小心哦，除非那个人的运比较好，但是呢，很多事情怎么样，要脚踏实地的工作，脚踏实地的去做比较好。师尊呢有一次他说什么黄金会涨，然后呢，好像没有什么人买，后来黄金涨很多。师尊有去买黄金，有涨，那个是师尊他有神算的，他有时候他也不是，贪那个财，只是说，这个一个好玩的性质。不过师尊的神通力那么大，会靠这个投机，这个叫投机嘛，投机取巧的投机来增加自己的财嘛，也不会，我觉得凡事就是量力而为。不熟的不要，甚至呢，股票那个很多人输到跳楼的也有哦，在这里叫大家要小心谨慎。好，就是今天介绍这两篇文章哦。好，那个，斯巴拉蛋，等供养。好，干风力，见好就收，任何事情也是不可以见风使劲力啊。对哦，你买三个外孙教育基金的利息比银行高哦。你对基金有了解，然后有这个，他们有投资顾问吧？不过投资顾问都叫你要投资的，拼命投资的哦。你自己有稳定的，有稳定型、保守型的就可以哦。股票的话大起大落真的很危险哦。Finally, Chen, Me Yin, NGU, 廖金闪师姐。好，那今天就介绍这两篇文章了。节目最后，我们跟着伟大的师尊一起来唱《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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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真佛宗弟子是莲花慧君，今此作回向，祈愿根本传上师，愿师尊常住世间，常转法轮，无住涅槃，佛体安康，一切度众的誓愿悉皆圆满吉祥。祈愿佛光助照，佛光加持，所有看直播、看重播的大众都能够得到佛光加持，智慧满满。我们请佛住持，愿师尊师母长寿健康。我们以感恩的心做观想大礼拜，一拜师尊十方佛，唵白光，阿红光，红蓝光，观想顶礼三应。二拜十方诸菩萨，唵白光，阿红光，红蓝光，观想顶礼菩萨三应。三拜护法金刚，唵白光，阿红光，红蓝光，观想顶礼护法金刚三应。四平台稽首，礼敬十方圣贤。南无阿弥陀佛。啊，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读书会直播，看看同门陈凤梅，哇，还有古芳姿，潘金玉，那其他的名字，其他同门的名字都念过了。今天呢，介绍两篇文章，关于庙群的企业化，还有这个玩股票的问题。那么呢？大家珍惜这个法缘啊，如果能够对各个寺庙我们同等平等的尊敬，平等的尊敬，平等的尊重就可以了。那股票呢，这个是偏财，我们还是老实的去工作，脚踏实地的去工作，不然的话你要修土地神法、财神法来帮助你了。好，我们谢谢啊，谢谢大家的收看。最近呢几次在我的脸书都有这个慧君报道中午新闻，你们喜欢吗？我在网络上如果有看到中派的新闻，我就把它贴出来跟大家报道哦。那就是说希望大家来了解我们中午呢其实是欣欣向荣的。好，那今天就报告到这里，明天晚上9:30仍然有读书会直播，大家不见不散。我们给世尊佛菩萨救命，爱斯路亚比布林布林。好，那祝大家好睡好眠哦，大家晚安，拜拜，大家晚安，good night。